干完全不给躲哎、欸，他那个插下来的火焰要怎么打、啊？离他近距离就完全无解吗？这网不知道暗抗怎么样。现在正在思考，我要不要跑回去，先把武器弄下来，不要回来打，玩好快。这网是暗跟暗火，所以他应该暗抗也蛮高的，火抗也蛮高的。我们以基本思考去想的话，就是他这两个抗性都很高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那个毒之类的，或者出血嘛，出血好了。出血对王来说有没有用啊？七八七六三是一二三戳，然后连续两下大打，三下，然后戳，这个戳是第四下，然后两下大打，两下大打只要没躲掉就直接死。在那边试打王的时间，真的是打五个小时啊，被弄到压死一下。全身覆膜，他妈干死你！不能三刀、啊。干迪丽耶！干四脚又跑。看视角又跑，跑两次哎、欸！为什么视角一直跑掉啊？他闪现走了，我本来该杀掉他的。
洗呢 ？Nice！ 看那张火焰躲不过，我们最后再试着就那个土火焰，到底躲不躲得过？只要真的躲不过，我就打算把他杀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那两只虫！看，不要跑哦，不要跑哦！干！就一路烧去，刚好可以升，把我武器升级。那虫跑。一次打赢不是，大概30次吧。我第一次打把他打到 P2， 然后大概30次才把他打进第二次 P2。还有一只躲在哪里？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有没有听到吗？有没有听到吗？好嘞，那覆盖有一，玩的不错，波浪符，玩的不错，大哥兽躲内，谢啦。今天最累，这王超难。雷枪绝对过不了双王，所以我才要龙啊！有一只啊，有一只啊。雷枪是为了龙。你听一下，你听一下。有没有听到？有 P1， 我试太多次才知道他的玩他的打法。试完后我就屌虐。有听到齁，你们有听到对？白酒还我魂。哦，我看到我的魂了。想一下。上面你知道？就在上面。哇，高护色。所以刚刚那只我已经打不到了，是不是？算了，没差了，没什么差。我反正后来都在用那个黑暗剑，黑暗剑好猛。打一脚还真的刚好是打一脚。没有，我后来理解到生命力才是最强，这个游戏就没有什么比生命力更重要。对，以为干这袋盾超级烂，一堆人会跟我说盾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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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盾，拿出盾你就知道了，干盾超烂。有看过我玩就知道，我应该是里面最强的。哇，好，大家粉丝要出来战斗喽！哦 ，amber， 我 amber 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血超多哎、欸，我血现在1300，血多到飞起来。啊，说，还在做什么剑？大剑，制裁大剑，不是大剑，算了吧。看三代盾蛮超难，好啦，差不多大科兽玩到这边了，待会去玩那个
我还没有要关台啊，待会要玩一下那个。对啊，那个什么？黑森林钥匙，我知道那个 bug。太空战士十五。黑森林可以狂刷，我现在就是。太空战士十五，刚我已经玩了25个小时了。哦，25个小时啊！真的是插 bug。等一下哦。回去啊！但我现在问题就是我。黑耿耿，你进个麦。我知道，到时候在黑森林刷一下。黑耿耿，耿耿。阿肯，哎、欸，你进个麦，进什么？麦克风。好，进麦。等一下，我要点进麦。对，要不然会紧张。那个什么量子是不是？他进不去、欸。应该还没开放吧？哎、欸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，就是他跟我姐4月5日才开放。是啊、哦。对啊，你要看吗？你还要看吗？那我玩不赖，不过我觉得不急，就是他玩的是二周4月5日。那我怎么退回去？欸，我要怎么回那个？你知道怎么回 Xbox 吗？哦，我找到了，你看，等我先登你的进。